摄影的话，应该是比较容易实行的一项算是艺术的东西。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时候是摄影可以带给我除了感官以外，就视觉感官以外不同感官的共鸣的时候，可能会给你，就可能会给我的观众带来风吹的感受，或者气味的感受，或者听觉的感受，这样的特别一点的照片。就其实镜头跟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不同，你会用另外一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。但有时候，但在香港的话，因为学生宿舍是在深水埗，所以我有时候也经常会去深水埗，但深水埗是香港比较贫穷的地方，然后会看到有的人在那里生活的时候，就会去想他到底是过着怎样的生活。就有一天下雨，我在深水埗去深水埗电脑中心去买东西，然后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老婆婆推着车，穿着雨衣，然后就那样在深水埗的一条小巷子那里，就坐在车上的，从车上拿下来一个小板凳坐在那里，然后在那里吃饭。虽然就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去拍这样的人好像不太道德，但我觉得应该也让别人看一下到底你，然后去想一想到底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，在你的身边其他人过着怎样的生活。但这是一个现象，就是在香港的摄影师，他们是真的是必须全部什么都要做，如果不是的话他们是找不到客户的。所以我们也会去飞机上拍香港的一些大楼啊，因为有的大楼它可能之前的租户搬走了，然后要卖给其他人或租给其他人，他们就会找我们去拍。就可能因为我平时自己喜欢去拍照，然后觉得可以把这个当成工作也挺好。但你真的要就看你自己，如果你其实有的东西如果只是你的兴趣，你不是真的非常非常爱它，你把它当成工作的话，你可能会毁了自己的兴趣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还好吧。